这个的话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，它这个的话都是350克净含量。这个梅菜下饭也老香了，它不辣啊，就是香香的那种。大概7到8块肉，这个扣肉的话都没有做过活动的，主要是好吃。回收香煎啊，一点都不腻啊。有喜欢的视频，让我看看。呀，排骨呀，都可以啊。我们可以搭配点土豆香菇，太香了，就是一包调料让你秒变大厨啊。这梅菜这个土豆也好吃，一包调料可以做2斤半左右的食材。
看着好吃的，觉得喜欢的，我把链接挂在视频下方看一看。拜拜。